My name is Rachel Carmichael. 我叫 Rachel Carmichael， 今年16岁。我以前的学校有很多欺负弱小的人，所以我刚刚转来这间学校，而且在这里交了很多新朋友。在之前的学校，我竟然被人打爆鼻。在巴士上有一个欺负弱小的人，他给我糖，然后告诉我他在糖上吐了口水，而且他还骂我。Didn't want to go to school. 我不想翻学，因为我不知道翻学有什么意义。如果不是遇到 Catherine， 我不会有很大的改变。现在我去一个校外俱乐部，他的口号是不可以欺负弱小。Catherine comes and helps. 好彩有 Catherine 来帮助我哋。Do you think it happens more with the younger children then? Mm-hmm. To be an advocate, needed to have skills to work with children. 要成为一位代言人，我需要具备一些同儿童工作的技巧。有些小朋友因为认知障碍而有沟通方面的问题，所以他们觉得很难表达自己的感情。他们有被其他人欺负的经验，而且他们还想做些事来给其他人知道某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。因此他们就做了两种动画。我们制造了一个简短的动画故事，他对其他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这个男孩从来没有真正融入学校，如此与众不同并不会令到他显得了得。课闲休息的时间，他会独自坐在那里，盼望他的父母会来接他回家。午餐时，他会把牛奶倒到自己的头上，他内心充满恐惧地走到办公室。我觉得很难过，因为很多小朋友说欺负弱小的现象不仅只出现在学校，而且还出现在社区和大街上。而且很多小朋友跟我说，他们认为其他人没有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。我曾经跟老师说，让他们知道这个问题，而且我一直指责这种情况。我帮过一些受人欺负的朋友。我曾经在学校举办演讲，我曾经为 Not Another Sure 的所有老师做过演讲。当我们成功为一个小朋友或者某个团体代言，我想那时候就是最美好、感觉最好的一件事。对我来说 ，Advocacy 是一个表达自己心声的机会，亦都是表达他人心声的机会。Advocacy 令我能够重新融入社会，重返生活。事实上，俾到好多痴呆症患者得到了尊重，因为社会嘅人士常常都认为我哋冇能力表达自己。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佢希望你同另外一组学生交谈。我病得好重，冇心情打理任何嘅事情。但系 Blender 劝我，佢话我可以做决定，然后佢帮我去实践。He's actually advocating for himself now. 而家佢实际上系为自己代言，实质上系要向其他痴呆症患者传达一个非常重要嘅信息。佢努力激励其他人，教导佢哋，等佢哋认识到，只要佢哋得到适当嘅支持，佢哋就可以做好佢哋要做嘅事。所有嘅事情都系按照我哋嘅意愿去做。Advocacy 不一定赞同，但他们会提供选择，然后我们做决定，他们会全力支持我们。我要说的就是想成为一位 Advocacy 去做吧，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，很有服务性的。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讲出自己心声的机会。Advocacy 令我得到很多我之前得不到的东西。你拥有这些权利，如果你希望向前进，我会为你提供帮助。
睇住其他人成長係非常有意義同美好嘅事。Eric Cassie 係可信賴的聲音。